稀释50倍，浸泡5分钟，每5小时擦一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一般的漂白水，它的浓度大概5%到6%之间，调整0.1%。我们一个瓶盖大概20cc，两个瓶盖40cc，大概就加2公升的水，好，大概就是50倍。好，一瓶盖，两瓶盖，好，2000cc 的水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漂白水是我们市售而且常用，那也是安全的。第二步，好，抹布泡5分钟。好，那我假设现在5分钟到了，好，我们看得到桌面，我们的这个桌台，好，大家看得到这个桌台，非常简单的口诀：稀释50倍，抹布泡5分钟，好，让它的药效进到抹布里面，再过来每5小时擦一次。一桶水可以救我们的疫情，只要一条抹布就可以台湾守护照顾。那我们希望大家常洗手，勤消毒。那口罩不离口，聚会别找我。